电的观众朋友们，《白发青娘》这首歌曲我不止一次的演唱过，今天晚上演唱呢是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这是一首献给母亲的歌曲。我愿普天下所有奔波在外的儿女们，把对母亲的诉说、对母亲的怀念之情、感激之情和感谢之情都融进这首歌曲里面，献给我们那远在家乡的白发亲娘。又在梦中。